520快到了，亲手给他做一顿浪漫的晚餐吧。除了做晚餐，还可以参加凯度家的520情书活动，把你想说的话发给凯度，你的表白就会以情书的方式寄到他身边哦。618家电大促销会有大优惠，大家看中了这款蒸烤箱，千万不要错过哦。